是啊是啊。那快走吧快走吧，我就是姓梁子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来接的不是这个，你是赵丽颖的妹妹吗？我是赵丽颖的妹妹啊。怎么长你这个样子啊？我就是没化妆，太着急了，赶紧走吧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你怎么不相信了？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回房间一分钟就来，我就变成赵丽颖妹妹了。行行行，那一定要变成赵丽颖的妹妹我才能接你。好，等我一分钟啊。老婆，现在都12:30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睡觉呀？别碰我脸。你去睡，你先去睡，我马上就来。你快点啊。I have a pen, I have an apple, apple pen, I have a pen, I have pineapple, pineapple pen, apple pen.黑板阿伯阿伯板黑板阿伯阿伯板阿媳妇起来吃饭了啊。妈，你起来了？这谁啊？你这么站我儿子床上？妈，我是你儿媳妇呀，昨天刚过门的。不可能，这还是我的儿媳妇。这是我的儿媳妇，这么漂亮吗？那这昨天不化妆了吗？那睡觉我这卸妆了，谁睡觉不卸妆呀？不可能的，我要找我亲家母去退货去。这是我的儿媳妇，花50万娶回的媳妇。妈，你别退货，你花50万娶两个儿媳妇多好呀，是不是？哦，也对哦，那我们起来吃饭吧，媳妇啊。微信吗？对不起小姐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都是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玩吗？像你这样的合适吗？我喜欢你呢，你就是我的小宝贝。我不喜欢你，你就是给老娘跪下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，懂了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再围一绳呗！今天洗太晚了，拍戏马上要迟到了。看你这样应该是个演员吧？对，我是个电视的女主角。就你这样还女主角，太丑了！不拉不拉。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我今天不就还没打扮吗？啊，滚滚滚，赶紧滚！太丑了，太丑了。你等着我，我还会再回来的，等着啊。公婆，再来一碗。丫头，你已经喝了好几碗。可是他还在呢。